孙先生，是啊，志恒伊怎么人呢？哦，我知影，哦，是安尼，多谢呢。找着志恒啊？伊讲伊伫猫空附近。猫空？我想起来啊，我之前捌甲志恒讲过，想要去猫空附近骑脚踏车看风景。 无得搞志汉就想要安尼，才会走去彼边。我那既然知影志汉即马伫倒位，恁着赶紧找伊啊！啊，看是毋是会当说服伊家带转来。啊，毋过我现在呢，要买你去买物件呢。志汉的代志较重要，紧去啦。多谢你的体谅。来，咱来去。啊，我是就是要缀你去，啊，毋过我真正无确定志汉即马敢有想要看到我。 我看来是等到七级钓鱼是安怎？你是咧烦恼什么啦？志汉会走去猫空，迄个表示讲，伊心内最要紧的一个妈妈，而且你甲家峰是伊亲生爸母，是上亲的人呢，就算讲有啥物无谅解的所在，当面沟通嘛总好过，对不？金玉讲得无唔对啦，你想要想你做，我看。 伊嘛，平静几啊工啊，总是去找伊，面对甲讲个清楚啊。不管伊接受不接受，咱拢尽力啊，对。教养书店面拢有写哦，青春期的孩子在经历挫败与矛盾的时候，上该需要的是咱大人来扶持甲支持，所以恁赶紧起来。万一志汉就离开啊，恁就白了工啊。 咱今日走。那安尼，你帮我跟妈讲一下。嗯，落去较细意。我知。恁去无用恁的，我嘛无用我的，互相无交叉，安尼上好。 志明，你来去走好不好？你有爹地好话给你解释。你若是无想要看到我，袂要紧。我会当先卖出现伫你面头前。啊，不过你敢会当先缀你爹地先转去厝的？你一个人伫外口流浪，大家拢真烦恼哩。放心，我袂阁变啊，因为都走，我都解决我的问题。 我想通啊，我袂去为难我家己啊，因为恁明明就有甲我讲过，你过去无奈，迄嘛毋是恁愿意的啊。还有 Jessie， 我真正就甲伊家己开讲的，而且我嘛一直感受着我的心内，就希望会当甲你较亲近一寡。所以我想，咱应该也是一对无话不谈、感情真好的。 这个做哥哥的，真正真爱，今日到即马才知影，家己的亲手伫个头下是爹家。因为伊对柯群的意愿，感觉真亏欠，而且你心肝真清楚，就算我你来到遮，你嘛无法度面对柯群，所以你就独票去找伊，不过今日去，伊真勇敢，伊行起来啊。
一定是当年落来吃这牌客群，伊的心情一定是无好过。客群，你伫遐过得好无？妈妈今仔传的，拢是你上爱食的物件哦。你看我吃遐，妈足久无来看你啊，妈足久无甲你报告恁查某囝身体的状况啊。啊，不过我想，唔免妈讲，你嘛会猜对无？因为你一定会伫个天顶偷偷关心伊、照应伊。晴天真正足大心的，不管做任何代志，拢唔免让妈烦恼。想爸囝，多谢你，多谢你留一个这么乖的查某囝给我。妈讲的晴天，都是你的查某孙那是。当年，伊跟我切断关系的时阵，晴天只不过是一个红孩儿尔尔。这几年来，因为我气，把我挂出去，气对我甲客群是大细心。因为我的家长教我多，所以对这个囡仔完全拢无咧关心。算起来，伊今嘛差不多已经十七岁啊。我今年能写出什么款，我都不知道。你别想这么多啦，只要有心，一定有机会让我弥补。狄公伯啊，我不管你是谁在控制朱丽萍的命运，今摆我就向你宣战。自今摆开始，朱丽萍就是我谢东俊在保护的。任何妖魔鬼怪，若是想要接近伊，拢先经过我这关。我不管你是神还是鬼，谁都无法凊彩改变我的命运，因为命运由我，不由你。你有听到无？你有听到无？我要哭啊！我要哭！莫哭！莫哭！莫哭！乖，莫哭！是嘞，你干嘛要是嘞？是嘞，是嘞，是嘞！你给他老婆，唔爱代志哦，别讲话，无准生，无准生。所有一切，所有这个。我是我朱丽萍跟英杰，我跟你承担就好，别怪伊，唔当怪伊。妈，你别阁讲什么风水、什么因果、什么断良命啊，迄拢只是传说尔尔。你就是讲我丈人牌的成功，是因为你去改变良命，唔是，是因为当初迄句“命运由我不由天”。伊就是受到这句话的鼓励，所以才会决定甲命运拼落去。事实嘛证明啊，只要人肯拼，就算是天公伯啊，嘛会帮助伊改变伊的命运啊。是安怎？讲出迄句话的你，怎又在咱命运咧控制咧？恁丈人爸无同款，你的丈人爸，伊八二档，伊有本事甲提名我朱丽萍无？我过去做啥物事的代，你敢不知影？所有的报应，一件，一件。露出来啊！露出来，我想在我身躯顶。来，我想起来了，亲爱的，今天给我带水，弄弄我后悔。你不了解我的痛苦，你不了解，是不是？你怪不理我这样的你，我是出现在你的身躯边，我都害你去了，都打吊死，
都害你的双亲失败，害你害我前途拢乌有去。我是要安怎甲地狱要安拼？我干嘛咧奔驰？我唔敢，我袂，我无勇气甲提名，我无勇气。我袂将你简单两人拍倒的，就算讲我选举失败啊，我也是有别条路头行。但良心行为，甲因兜罗仔帮派，拢怪伫罗家，所以才会把我这罗家的囝婿当作是目标，这嘛甲你无关系啊。你是安怎要把所有不幸拢怪在你家己的身上？讲到底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少年的时阵因为一时冲动才做唔到代志的人，而且你嘛已经用你的半世人在赎罪啊，敢毋是？安尼已经有够啊，有够啊！我袂去无影。妈，我即摆已经40岁啊，人生嘛已经过了一半。我前一半的人生，就活在误会、无法人爱的创伤当中。敢讲你爱我剩的人生，是活在自责、也搁遗憾当中。天公伯啊，拢无甲我谢东俊拍倒，我煞好上爱我的妈妈拍倒。敢讲你拢袂唔甘？你安尼毋是为我好？你安尼是咧凌迟我咧，妈，你莫阁离开我好无？做一只狗鸟，真正感觉足孤单的。我嘛想要做一个有妈妈疼的囡仔。不准你阁离开我，我不准你阁隔一个面相安尼冷淡对待我。就算讲你摕扫帚要甲我赶走，我怕死嘛袂走的。妈，你欠我的笑，你爱恨我。你昨天晚上叫我，妈，你心肝宝宝，妈妈心肝妈。